What?但后续好像吃到了一波爆发，分身被打出来。下路这个二 v 二对抗来说，塞纳大树很强啊，也把两个人打成半血。但大树被勾了，上了个点燃，好像自己有点危险。感觉有猴子有点活不下来。这主要是大后期，先开始双影大刀灌下来，没有灌出一血，反手先跟上，回头一个 Q 是拿到第一滴血，但瞎这边的 EQ RQ 是收掉了 Maple。正在排眼，也没有选择继续上。大树是。提了出来，留下这个锤石，锤石赶紧交闪。这个大招是大的歪了，不是很好，是有点歪歪，被一个闪现堵过了。他 P 最终没有抓到人，对于昂帝来说是比较可惜的。逼出一个锤石的一个闪现，又勾到了这边，没有踩到了减速，接着上必须交闪现。旁边的 Light 也给了一口治疗，这时候中野往下靠。希德拉还很远、哦、，Maple 这波没办法支援，靠的 TP 位置，准备抢位置了，踢了，踢在龙坑的左边。而且烧粉这边是有机会抢小龙的，是烧粉有没有下去？下来，踢一脚，大树直接给大招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抢龙打团。秦辉夜宁挂过去，大圣花火直接炸到了三十人，滴血一丝血，猴子的一个大楼天空炸得非常的好，幻风直接把军中给杀掉，正面 Maple 也没有机会交出自己一个闪现走出来，这样的话 LNG， 因为其实这波兵是在，LNG 的视野外移进来的，可以看到，所以他们其实第一时间没有掌握到猴子的位置，可是闪现一压，所以这波确实打掉了三个，没法反应出来。然后加上幻风第一时间就先灌进来的一发清辉夜宁，这个 AOE 底线已经拉满了。王维子的大团决策来说，苏宁是更有章法的。啊，看一下这波，哎，大树抱住了烧粉，烧粉接一个灯笼先往后撤，但没有踢下来的一个是。应该是鳄鱼，鳄鱼这个位置入场 ，Sword 已经是交了一个闪现，拉一下位置，双倍血量剩下一半，就感觉现在鳄鱼觉得有点难受啊，效果一般。大树直接抱上来，有余震，但是很脆，被勾了一下，反手交了一个闪现，一丝血，远方 Sword 的一个点火配合 AD 的一个大爆发，直接拿下人头，但幻风自己没有被留住了。这波的话，看一下这边 Ivandi 抱上去，但自己有点脆啊，这波被集火直接秒掉了。被大树大刀给捆住了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！这个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猴子绕后的位置还不错，是可以直接威胁到龙坑里面的豹女。哎，那我感觉 LNG 这波有点难受啊，被包住了，有机会进去抢，龙的血量要被压低了，没有抢到，但这波大闹天宫已经转了起来，继续转，但伤害有点不够，先上去换掉了。鳄鱼是，但是妖姬的一个位置被落者的都要给退掉，最后 Angel 在龙坑里面被处理掉了，而幻风根本没有进到龙坑的一个机会，刷了这边也是被 LNG 的四个人给追击，是特别好跟输出，是的，可以看到这个 AD 是被拦住了，过不来，被辛德拉给尴尬，被辛德拉跟塞纳也过不来，就这波其实等于一个多打少，是，然后 LNG 这边是一个五打三的局面，并是交闪上去收，然后。主要幻风这波过来是一下都没有 A 到对面，那这个团战输出肯定是不太够的。是，哎，两段踩过来，熊这个链子能练到吗？练到了，很准。熊熊好像有个金身，金身在 CD 啊，先闪一下，还是被追死了。猴子一棒子敲死，上面还有一个大树想继续留，直接大闹天宫先留一下。但是打出余震的一个大树现在还是比较肉的，有扛肉，回头打了一个被动，塞纳远方给一个盾，这时候鳄鱼想进场，但是迎头撞到了Sora的一个五角大厦，这波双方还要进去秀一下，来戏耍一下鳄鱼，鳄鱼很生气，身上半动刚刚这个 W 拍不出来，这波下路先隐身过来，想动这个鳄鱼，妖姬和瞎子也是紧随其后赶过来，鳄鱼走不了了，有点难了，直接被踢了回去。可能那个死亡之舞的时候会看到刘子小龙十秒钟烧粉的位置，在一个比较好的绕后，大闹天宫直接进去切到了 Maple， Maple 交出一个闪现，血量非常的低，
这时候沉沦时期血量也很危险，掉了一个闪电弹，骚粉忽然踢了进来以后，踢回一个回旋踢，这时候大树爆了一下，骚粉骚粉已经先解决掉了一个熊熊，就假打龙真逼团，因为SWORD的大招还在，那个隘口其实锤石就很容易一流，太鳄鱼连了一根截打闹天空，再一个 AQ 直接秒杀，上单的经济差已经来到了一个4000块钱，就领先了一个大截。大叔这波直接大丢进去，技能到，但是后方队友能不能跟进？SWORD的位置比较危险，开了一个金身，但是猴子又是直接切到了一个后排，金德拉先把自己大招交完以后，开了一个金身，但另外一边SWORD正在黏住了 Light， 而且使得拉金身结束以后，直接被Angel的一个妖姬给收掉以后，SWORD在后面，即使是一个盲僧在残局里面，也没有人可以撼动他，更不用说幻风在 自己队友保着的情况下，利用大量的一个飞轮打出一个三杀团灭，那这样的话游戏时长应该是一波了，应该是可以一波20秒钟。最快复活的是20秒钟的大树，只要5个人都在，菜打太快，而且还有一个很肥很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恭喜苏宁今天的夏季赛首战是以2-0击败了 LNG， 也为自己的一个夏天展开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开头。最重要的可能是，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赛季来说，可能更多的会去发挥自己上单的一个本事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，我是余双，邀请到的是蛇蛇来接受我们采访，先打声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宁的辅助蛇蛇。欢迎蛇蛇。今天两局比赛，其实说实话，很多观众跟解说都一直在重复说，今天怎么打得这么的稳啊？为什么感觉好像不太像看 LPL 的比赛？你们是刻意要打得这么稳吗？其实也不是，就我感觉我们对可能有点紧张吧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可能没有放开来打，我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改一下，还在慢慢的适应当中。那今天第一局的时候可以看到你们的皇子是当时被抓了之后呢，你们还去干扰他们打大龙，为什么当时会以4-5的一个形式可能还赢了那波团战呢？是什么样的决策？主要是我们是觉得他们吃了大，他们就那里死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他们会开大龙，但是他们开大龙的话他们就蛮容易会输的，因为我们是侧体加，反正我们就是一个可以绕背开团的阵容嘛，那他们如果开到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位置。那你有说到色体这个英雄，因为今天在两个 BO3 当中也经常出现这个辅助，你觉得现在色体在这个版本当中辅助算不算 T0 级别？我觉得色体主要是在职业比赛上面特别好用吧，因为它还有起到错位的效果嘛，然后也蛮限制现在比较高阶级的英雄吧，像是一些没位移的中单或 AD 都被色体克制蛮多，所以在可能职业比赛当中才会比较多一些。那今天看到你第二局的时候是选出了锤石嘛，可是看到你有出那个舒瑞亚的狂想曲，就那个皇冠的装备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？因为我看到很多的选手可能他们出装都不太一样，那在什么情况下会出这个装备呢？比较好逃跑比较好跑一点。那如果说可能如果有一些锤石会出，比如说像基克的聚合，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，你觉得是什么情况下比较好一些呢？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每个队伍的风格去选择吧，像我觉得 IG 的话就比较适合出救赎，因为他们很常会打架嘛，然后可能辅助来不及往其他地方跑，然后可能对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远处支援一下。对对。那如果说是基克的聚合呢？基克的聚合的话，就是你的 AD 是那种伤害非常爆表的时候，你会去出。对，所以说可能每一个英雄是一样，但是出装可能跟阵容和选手还有可能特性也不一样，所以怪不得说我们可能是观众，你们是选手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今天第二局时候呢，第二局的小龙团，你们也是在小龙团占到了优势，当时你们好像根本没有想去抢龙，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想去埋伏他们？那里的话主要是幻风比较难过来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是我们先等龙，就是他们龙打完之后我们再找一个好的位置去切他们这样子。而且可能对面的熊熊也是给你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嘛，那你们当时在他们的蓝 buff 那一波抓住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机，当时你们是满地图去找他吗，还是说就是恰巧而已？主要是那时候我们的兵线处理比对面更好一些吧，所以我们就有一波去往他们家野区进攻的机会，然后刚好抓到了他们。思路非常的清晰哦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现在是刚刚开始一个新的赛季嘛，你们能不能说一说自己的决心呢？因为经历了可能春季赛的一些磨合之后，现在有没有小的目标呢？小的目标吗？目标大的目标也可以没有，就是希望
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打得越来越好吧，对，我希望我可以再更进步一点。好，希望自己可以更进步，不辜负自己的努力，希望你们可以磨合得越来越好，期待下期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哦。谢谢。那么再次感谢蛇蛇来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们今天的赛后采访到此先告一段落。